值此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之际，我谨代表全国共商联向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，并致以崇高敬意。大风泱泱，大潮滂滂，100年前，开天辟地一声雷，中国有了共产党。奋斗百年，历经风雨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、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。华夏大地旧貌换新颜，伟大成就，百世自流芳。唯其不易，方显勇毅。事实雄辩的证明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，是中华民族的铁脊梁。极力索取，一兼得胜。众之所为，道合则成。百年道路，波澜壮阔。中国共产党携手各族各界有志之士，风雨同舟，安危共担，奏响了一部大团结、大联合的动人乐章。从老一辈民主工商业者爱国自救、报国奉献，到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人士踊跃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，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，一代代工商良人和工商界人士听党话、跟党走、感党恩，为中国革命、建设、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。特别是进入新时代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专门就民营经济和工商的工作发表重要讲话，作出重要指示，传递出两个毫不动摇、三个没有变、两个始终是、自己人等鲜明信号，民营经济迎来了更加广阔的发展舞台，工商业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，历史长河奔腾不息，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。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，我们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。风卷红旗过大关，民族复兴涌向前。工商联将一如既往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，始终紧扣两个健康工作主题，团结凝聚广大民营经济人士，办好企业，服务人民，回报社会。在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中，再建新功，共创辉煌。千秋伟业，百年只是序章。我们衷心祝愿百年大党青春永驻，复兴大业早日实现，伟大征程再续华章。